为什么要给你们先限制？10月17号22时48分接获报案，那在上班乡五和街有车祸，那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理。到达后，问讯民众向警方表示，夜间民众涉嫌酒驾倒车后，徒手将其机车推倒在地。那民警预警叶敏是19次和叶敏机车，并多次对现场的同仁言语辱骂。那经警方制止不听，警方以妨碍公务逮捕，代委分驻所侦办。经警询后，以妨碍公务罪嫌，移送台湾苗栗地检署侦办。那机车部分呢，依规定告发扣车处理。中天社会频道开张喽！想观看丰富系列报道，请上 YouTube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看到中天社会 logo， 点进去就能开始观赏精彩影片。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哦。如果您觉得还是太麻烦，赶快看这里旁边圆形的中天社会 logo 就是频道传送门，别怀疑，赶快点进去，首页就能看到52小组系列影片，有会客室、老 Z 调查线、捐箱聊虾米、别阴阳、中部中心、白岛出任务、南部中心 BOSS 工作室，丰富内容千万别错过喽！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欢迎您一起来加一。